就我住店老板大姨，知道吗？对我特别好。嘉哥，你是都应怀寿？怀寿都有，都有。来，都应吧。看我今天晚上，人家又送我的酒，又送我的菜，哎呀，我真的。不是，我都没法出来了，知道吧？真的，这人自己炖的啊，自己炖的，然后又送了我的酒，你看，真好，真好，全是好人，嗯。然后还有个西瓜，哎呀，我啥不说了，赶紧，太幸福了，就是给我缝了半个月，心里有点难受。看看我住的那个，要怎么说，我说大姨他们那个好没用，知道吗？看看又送锦旗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又送俩锦旗，这面是咱们这个锦旗很重要啊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迎君解难显真情，军民于水一家亲，看了吗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35-27部队，真厉害！这就是大姨啊。有米饭没有？有炒菜。我这是来馒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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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馒头。这就是老板大姨啊。我没说我从这住，一个房间要我15块钱，人家正常一个床位15块钱，看我可怜。这个是服务热情，刚送来又送了2个，服务热情，什么宾至如归，那个是赠送锦旗表谢意，热情服务暖人心，真好这种。这个东西比千金都值是吧？跟钱没关系吧？这个东西人好。蒙古族蒙古人看到蒙古包特别心切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又是一年中秋月，月亮好圆，远在他乡思念故乡，思念远方的爹娘，思念所有的一切。休整了2天，咱们也该出发了。今天早上我稍微起的有点早啊，你看看所有的他们这帮就是打草的干活的，全部都没起呢，因为休整了两天时间对我很重要。今天咱们要赶出将近30公里到大清沟，30公里吧，那就得起点早走了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走，出发。